然后我看到靖腾哥，我就很兴奋很开心。你是说尾牙那一次？对对 对, 对、哦，所以我非常的清楚。是，所以腾哥可能忘记有一次的尾牙，他们还没有出，还没有正式出，所以你可能只是看到几个小鲜肉这样。对，但是那靖腾哥可能他的想法是，我在球场上也是蛮已经有蛮有一个分。是吗？他篮球很 OK 吗？我记得你那一次受伤的。好像有受伤，好像是哎，是打到受伤还是来的时候是已经受伤的？好像有一点微伤，后来打了之后又伤，伤的更重。有这个事情吗？对，你记性很好。对，那时候扭到脚。哦，对，那后来又更严重。对，他在我的那个记忆里都是这样的。然后再加上他帮我拍那个最后的请求链，对对，刚刚有看到，对，都是惨烈，都是惨伤病的状态。对对，真的很感谢靖腾哥，对呀、啊，让我拍 Lion 的 MV， 也谢谢 Summer 姐，对，给我机会，对，所以我想说，谢谢你，我特别感谢，真的非常感谢，因为他演的真的超级好，嗯，把让这个歌有很棒的一个进化，最后的请求那个 MV 是经典，谢谢靖腾哥，希望你以后有那么多音乐作品，如果你自己不想拍的 MV 都丢给我，没有关系、啊、真的很多，真的很多，我愿意拍，真的很多，你确定吗？量很大，还是说你半面也不要代言，换他就是？好，可以啊，就是还有没有？好啊，先报一下，今天谈成一个代言了，先接代言。MV 那个没有钱的，就先接小腿要锯掉哦，因为要锯到跟我一样高。你 OK 吗？十公分他锯得起了，没有什么十公分乱讲，差不多十公分。没有，你自己下去看，不信你下去看。没有，是他这双鞋是有犯规的。我差他20，你差他10，真的。他这双鞋是有犯规的，好吧？那我又差一。哎，我们三个刚好讯号很。哆瑞咪，对，现在满格哦，现在满格，满格。好，我们哎，半面还是拿出来拍个照了。我们还是要谢谢老肖的心意，但是老肖还有另外一个礼物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就是更有寓意的礼物，是吗？真的有吗？哈哈，你破什么梗？你出来太快了啊，毛姐，好来，好，你确定这真的有意义吗？这个是一个，这次是一个很小的翅膀，嗯，就是你要挂在身上，其实也飞不太起来那一种。对对对，就是现在刚开始嘛，从小翅膀。对，但是它是什么？它是金翅。啊、对对，金翅就是说它是金色的。哦，对，然后会。发光 okay, 发亮，后面还有 LED 灯吗？啊，就是让你展翅高飞啦的意思。展翅高飞。做工上面的话呢，塑胶材质还是木头？塑胶的木头，木你个头、啊！快点，不要破人家的，不要破人家企划的梗，人家做的那么漂亮。好了，谢谢。这是亚克力啊，亚克力，对，嗯，好，等你唱片大卖，我们换个纯金。巧克力可能会更好一点点，或是翻糖之类的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吃。没有，这道具的都是那种仪式感，就是形式的。没错没错，只是一个寓意，就是祝福陈翔展翅高飞呀，谢谢。这是戴头上的，没错吧？哎，对，下面有个洞，它有洞啊。哦，那好，那就把它戴头上吧。来，收个麦。哎，小心，好。对啊，你要听说这个往上丢，它会自己飞走。或是变一只鸽子，一丢变鸽子。希望我们的，希望我们的半面可以很贵，是不是？希望我们的半面能够展翅高飞。对，好，半面展翅高飞。好，我拿半面。他代言，说好了。来，两位请合照一下。好，哎呀，太开心了！谢谢这个翅膀，虽然被老肖亏到这样子一文不值，但是它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啦哈、哦。这个祝福啊、哦，哎，老肖，你看后面我们的用心，天啊，原来还有一个，酷了吧？所以让陈翔过去啊，快点，对，你要过去啊，在老肖的加持之下，连陈翔，他可以下来一点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这翅膀可以下来一点，你借我个椅子好不好？借我个，这样子，对，帮我们卡一个那个视觉，他们从台下拍刚刚好，对。然后我真的觉得不要再拿半面了，我们不要对这个厂商演太好了吧？真的，这样真的太，对呀、啊，老肖，这样真的太刻意了。我跟你讲，
这个礼拜六综艺主持人要颁给老兄，太好笑了，太北蓝了，你还一直帮他宣传。好，来我们瞧一下位置。好，太有巧思了，老兄你等一下也可以加入，看你想要扮演什么角色。一般我们对老兄要加入，你要不要加入？对，我真的要加入吗？不是面加入，是你人。Only you 不是，这是我的包包，其实。哦，那是你的包包，我有贵重东西在里面。好，那请老兄带着他的手拿包、晚宴包来到我们的现场。好，来，好，两位一起好了，两位继续一起正式高飞。哎呦，笑疯了，笑疯了。好，太可爱了。好，两位视线一致哦。好，谢谢老肖，情谊相挺哦。这个师兄来站台，但缘分其实早就开始了，从尾牙到篮球场，然后再到 MV 的合作哈、哦。现在呢，还要成为师弟，希望老肖有机会还能够合唱，那就更完美啦。好，不是叫你往右手走啦，你不要被师兄影响到整个腔调。就是视线右边，他整个人还挪两步。好，大鹏展翅。好，再加金鸡独立，看你们两个能够撑多久，计时开始。太弱了，陈翔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视线？好，要不要再一次是吧？再大鹏展翅一下好不好？配合翅膀的礼物。好，来金鸡独立啊、哦，你加油一下，撑一下，十秒就好，耶、yeah ！好，再近一点，好。谢谢，好，视线，好，哎，怎么有看到陈翔推了小萧敬腾一把？好，撑住，哇、哦，好厉害！天哪，还可以单脚，好像疑似有一个椅子的感觉，可以坐在那里耶，悬空，哇塞，哦，再玩，好，隐形的翅膀，来，不用啦，你不用这样啦，你帅就好，你帅，你不要被影响了。下次我们会慎选来宾的啦，哈、哦，对不起，整个人被影响到，他前面半小时有多帅，他都这样，整段歪掉。好，陈翔，请左右边到左边，帮你瞧一个刚好跟翅膀 match 的位置，更加谢谢。太帅！哦，太帅啊、哦！好。右边好，再一点点，好，谢谢。我觉得你的小腿是假的。为什么是假的？我印象中他没有那么高哎。有啦，人家 special 每个都比我们高，你没有？我记得我跟他差不多。所以你怀疑他有电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怀疑他有电。师兄有权利可以检查鞋子。我没有怀疑他有电。而且你可以出来再聊吗？你在演什么幕后 OS 上？没有。你怀疑他有电吗？我没有觉得他会有电，我觉得他整只小腿都是假的。所以他有 MV 的时候摔断，他有打。我给你的印象全部都是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我那次 MV 拍得很痛苦啊！啊，你不要被他，你冷静，你要维持你帅气的样子。对，好，不要被激将哈。好，那你要检查吗？最后让你检查一下，摸一下。好了，真的谢谢老萧啦，情谊相挺，这样还带礼物来，然后呢又帮我们逗那么开心。你要是真的认真，谢谢。哇，我是真的很感谢你。抱一下吧，抱一下，你们就兄弟抱。太棒，谢谢，哇，感动，谢谢，我才谢谢他，很多东西要谢谢。冒昧问一下，高领热不热？我今天竟然是穿冬装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何穿的这么的奇妙的冬装？你问我的哪一位 Summer 吗？还是他问谁？好，谢谢老肖，谢谢，下班，谢谢，拜拜。我可以加班呢，那你来啊，啊，薪资也要加，看一下。哎，那面我带回去吃，亮完一下就拿走，没有，送你的，谢谢。你吃不够跟我讲。哦，我一定会跟你说的。我可以用面压死你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什么奇怪的形容词？用面压死我，可爱哈、哦！你看，师兄在华纳也是发光发热。对，你好的环境，艺人有自信就会自在。你要加油 ，OK？ 好，最后最要谢谢的是今天赶班的媒体朋友，来，谢谢各位媒体，就是虽然我很久没有
那么长的曝光，但你们还是会来想要了解我的近况，那我是也很感谢大家，你们辛苦了，对，谢谢各位朋友，这是连城祥新生代影歌双栖小天王，请大家点赞加油，谢谢粉丝，谢谢粉丝在哪里啊？粉丝谢谢你们一直等待，声音都没有了，累了。我其实我看不到哎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挥手一下，让他看一下。耶、尖叫尖叫、尖叫声！啊，谢谢你们的尖叫声，是我最强的后盾了，谢谢谢谢。好好官方啊！好，走走走，团体当酒来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好了，我们去补个妆，他现在满头大汗。